可以亲你。仁聪啊，这鸡肉吼，好好吃的，是阿嬷吼亲手腌的。试试看。谢谢阿嬷。佳丽啊，吃肉啊。好，我去厕所弄一下。你们到哪了？我们明天决定要去后德路。小李，那个好电路。阿妈，你不喜欢吗？可是家里很喜欢。什么？你家里喜欢啊？哦，你这大波浪哦！哎，这多到底哪里啊？哦，你就想要给我篡回本垒哦？阿妈，不是啊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我明明的快点，你两个人哎，他到底这么搞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就是只有亲而已，但是其他都没有，真的，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。孕吐！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。你贡献，不是你的是谁的？哦，你今天。表面上看起来很正经，原来也是个坏东西。妈，好痛！到哪里骂？我到哪里？不敢，敢做不敢当，敢做不敢当。你以为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骗我！骗我！怎么了啦？干嘛打人冲啊？我讲今天不出轨啦。阿妈，我们就去狗掉了阿妈，才会叫你们两个交往了。阿妈，对不起啊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的孩子我一定会负责。你在说什么啊？你们两个都搞出一条人命了，你还在阿妈那骂哦？没有怀孕啊，阿妈。阿伯，你在厕所呢？哦，叫洗了欧啥？啊，刷牙，刷舌头啦。